當你見到阿媽即係抱翻沖完涼，同阿 B B 換好曬衫，抱翻俾阿媽嗰陣時候咧，你會好開心。大家好，我叫温愛英，我由1967年就開始喺贊育做助產士，一路到我2009年咧我就退休啦。我喺贊育醫院，舊贊育醫院西邊街嘅舊贊育醫院出世嘅。當我媽咪嚟生我嗰陣時候咧，舊贊育咧係好逼嘅，床位咧都好緊張，所以咧係兩個人一張床嘅嗰陣時候。若干年後喺機緣巧合嘅機會之下咧，我就嚟咗新嘅醫院度嘅贊育做助產士啦。一個 B B 有個媽，即係兩條生命。咁你兩個都要顧個噃，所以咧就係好重大責任噶。大家好，我係鍾慧平。我1974年畢業嘅助產士，咁我2002年就退休。其實1970年好多人生，都好多人生嘅嗰陣時，真係1976年龍年，因為我嗰陣時仲喺歐普社喺屯門，係非常多人生仔。我問翻贊育啲同事，要瞓到欄巷個開飯鋪床走廊，會啊！我夜晚一個夜晚可以執六七個仔。咁好多時我係賣魚啊。賣魚嗰啲人，我話可唔可以就見到我就話即係話請問呢個魚可唔可以幫我切開佢一邊？我要一邊。佢話得姑娘，咁我話你點知我係姑娘？跟住你嗰陣時同我執噶嘛，我仔咁。呢個好特別，有一個媽媽係一胎生咗4個 B B， 一次過4個 B B 出世。咁佢出世嘅時候是大約得1kg 重嘅啫，每個 B B 都。跟住咧喺贊育醫院嘅仔房咧，養咗佢個幾月，呢度係1個月嘅啦，將近2kg 咧。咁我哋就同佢影張相，因為要2kg先準出院嘅。哦，我哋嘅制服，已經真係歷史嘅古董喎，古董嚟嘅，係啊。咩碼？再有人著呢啲衫。睇下你啱唔啱著，阿冰。我梗係唔啱啦。哇，咁細件嘅。最懷念，其實啲同事啦，同埋工作環境啦，真係無可否認嘅。覺得學阿冰話專產科咧，喺度做咧，又睇住 B B 出世咧，係好開心嘅，無可否認嚇。產科就係喜事，所以咧，通常咧，你都見到啲人好開心嘅。我喺2000年喺贊育醫院生咗第一個小朋友，我叫鄧西西啦。咁我而家就喺我哋贊育醫院產科門診嗰度做嘅。咁我就1995年加入嚟呢個贊育醫院啦。咁當時嚟講，我就做過仔房啊、產前病房啊、產房手術室咁樣嘅。咁都由嗰陣時開始到而家做咗27年到啦，大概。因為我本身就試過24周嘅時候作早產嘅，咁啊住咗一段時間喺產房咁樣。作為一個使用者嗰時候，就你會感覺到佢哋姑娘嗰個對你嘅專注啦，嗰個關懷度咧，令到你安心喺度嗰段時間，好似係個養胎咁樣。其實嗰時大家都姑娘啊，大家好似極真係一個家庭咁樣噶。咁所以咧變咗就我會帶嘅小朋友翻嚟啊，譬如我放假咁有時會帶翻嚟認識下翻啊邊個姑娘上去接生啊，所以一路都有翻過嘅，因為始終真係8年啊嘛，你會覺得打嚟贊育醫院生冇一個產房，好似好彷徨咁去咗邊啊咁去咗瑪麗咁樣，係嗰個感覺學識嘅，但係話當然佢哋嗰個要去其他一啲配套要更加完善嘅，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嗰個配套上啊。醫療上的配套啊，醫護嗰啲配套會更加好，對 B B 或者對媽媽嚟講咧，個醫療上會好啲咁解。係，我係陳俊平醫生，我喺呢個港島西聯網瑪麗醫院咧嘅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入邊咧做咗成19年噶啦。咁最近呢幾年咧就被遣派咧嚟負責呢個護理及專職醫療診所服務的統籌，在贊育醫院的地下有一個叫做護理及專職醫療診所的，其實是由2013年開始成立到現在的了。其實你聽到又有護理又有專職醫療，其實你就知道是一個多專業的團隊來的。大家好，我是藥米兒姑娘。我的職責主要就是做一個聯繫或者一個橋梁，在醫生
各個的跨部門團隊啦，以及是病人，甚至是那些照顧者啊，以及呢度區內的市民咧，係幫助佢哋咧睇下有啲乜嘢嘅基層醫療服務可以幫到佢咯。咁我或者有分享個 case 啦嚇，咁有一個60几岁嘅男士，佢又有糖尿同埋血壓高嘅，因為糖尿啦，所以佢只腳咧其實麻麻嘅啫，佢又有啲疹啊，有啲傷口。好啦，咁有一次去覆診咯，咁咧就嚟睇我，咦？咁我見到佢唔係好開心啦，咁我都未講佢啲報告其實差咗嘅糖尿，咁佢又唔係好開心，我問佢，咦？點解啊？咁樣，咁佢就話俾我知啊，原來呢幾個月咧開始咧膝頭哥痛，咁膝頭哥痛咧就搞到佢咧就唔再同太太去打乒乓波啦，佢係一個早期嘅膝頭哥退化，咁於是乎咧，我就揾即係呢個護理及專職醫療診所入邊嘅物理治療師啦，去幫佢教佢一啲強化翻膝頭哥肌肉嘅運動，咁再揾埋我哋嗰、那個義肢矯形部咧，就幫佢做咗一個護膝，等佢打波嗰陣時咧有更加多嘅信心。好啦，過咗幾個月翻嚟咧，佢見翻我好開心，我記得佢同佢講講下咧，佢講咗一句，佢話：哇，陳醫生，你贊育醫院咧乜都有喎而家。咁呢個 case 其實正正咧就係反映咗我哋咧。護理及專職醫療診所入面咧，嗰、那個多專業團隊嗰種力量喺度。我諗起一個成語啊，叫做歷久彌新，即係話佢雖然有咁多年嘅歷史，你睇住佢咧，50、60年代啊，人口出生得好多，咁佢咧係一個婦幼嘅服務提供嘅醫院。後嚟咧，佢會隨住個時代嘅轉變啦，正如阿陳醫生話齋，近十幾廿年裏面嚟講嘅時候咧，我哋嗰個嘅社會嘅人口都轉變咗啦，變成咗長者多啲啊，同埋個年齡亦都增長咗，所以咧佢識得轉變成為一個咧，就係話可以咧照顧到一啲慢性長期病患嘅病人。我是贊育醫院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的顧問護師陳慧萍姑娘啦，咁我其實已經投身喺呢個專科咧，已經有20年嘅啦。如果用100呢個數字嚟形容贊育醫院咧，喺我心目中裏面咧，贊育醫院就係一個100分嘅醫院啦。咁100分就係代表一個信念同埋一個承諾啦。咁贊育醫院咧，其實喺背後有一個重大嘅歷史意義啦。咁去家傳户曉啦，咁去提供一個傳人嘅服務咧，俾呢個社區啦。咁就以我哋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嚟講咧，我哋都係以呢個理念咧嚟到提供翻服務俾呢個社區嘅居民啦。咁我提供翻一個一條龍嘅服務啦，例如有日間中心啊，有綜合護士診所啊，有醫教社嘅服務啊，咁樣希望咧用呢啲服務嚟到係提幫佢哋重拾翻呢個精神健康啦。我知道咧，贊育醫院咧，有好多服務係提供緊嘅，譬如由產前檢查啦，咁啊，以至到產後啦，亦都有一啲我哋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嘅團隊嘅風險評估啦，同埋護理及專職醫療診所啊，幫助我哋啲慢性疾病嘅病人。咁亦都佢最近亦都有一啲我哋叫青少年嘅心理評估啊、治療啊嗰啲。我哋事實上我哋個用緊一啲好專業嘅團隊。亦都係配套嗰度咧，亦都好齊全，所以請100%放心。